个人抱着猫，在夜里慢跑，就怕被孤单给拥抱。我爱你，我想你。你要我等多久？我来是想要谢谢你，孙总说是你让我做这一次画展的策展人的。我知道，以防万一，我已经把你在餐厅外的话完整的传达给他了。我对雨飞是宁愿我受再多的苦，也不能让他受半点的委屈。我对雨飞的爱比你多出一千倍一万倍。你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吗？那你呢？你对我呢？七年前我以为有了梦想就可以放下一切，包括你，可没想到最后还是办不到。七年后，命运让我们重新再相遇了。不出意料，我又重新爱上你了，而且无法自拔。我现在才明白，其实我的梦想一直都是你。还是会悄然难过，听说曾经你回来过，如果是那时候，好想对你说，我在餐厅门口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。我知道，我不来找你，你就不来找我。是谁说不见面的？这么听话？好啊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。应该是说你是我的人才对。还来不来得及听你声音，亲口告诉你，依然